谁？你看你还自己 Q 哈、啊。哇！全听你说，快看板。那我就不懂这个什么报纸板，我唱歌就一直走音哦。哎，我还是去比了。我记得那时候是在新传媒，然后一个 keyboard 老师，然后就对面呢是坐着两个评审，然后我就去里面唱，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就唱了啊，以为很完美，然后一完了个谢谢，然后 B 的老师一开口就哇可乐哇你很有台风，你很有气氛，可是有一点走音嘞哈、哦，我就哦呀可能不是一点呐、啊，我就讲呀好好好，然后我就讲那齐武老师呢？啊，对，是谁？我就叫齐武老师来，我真的叫这样，然后就讲对不起，我叫吴奇。你还自己 Q 哈？啊，我叫齐武老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讲到他的名字，然后我一上车我就跟我妈说我会进才怪，然后我就不理了。就在不久之后就收到一个简讯，恭喜你入围了20强。然后我就呜。